吧？有，我这边基本上那个，我都看过。谢谢 KK，谢谢。我现在我送给大家一首啥呀？你有什么罗摇珠的伴？篮曲。想听你唱一首。罗珠吗？啊，可以呀、啊。罗珠唱阳台还是唱某天呢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都阳台吧，阳我台，给大家再唱一首阳台我吧，忘了，太棒罗珠里面的，等一下，了！哇塞，有耳福了，有耳福了。来一首阳台，送给你直播间的朋友。哎，我刚刚看到伴奏，送给两边直播间的伴奏，然后咱也关注关注曹阳的粉丝嘛，关注一下曹阳，给他加个关注。祈求星星可听见，我是他眼中的爱人，冥冥中早已注定，朱丽叶爱上罗密欧。祈求众生可听见，我是他眼中的爱人。虽然这爱有荆棘，但已无法自已。穿过世愁的风雨，我们俩一见倾心。月亮在偷偷笑我，看朱丽叶爱上罗密欧。我情愿飞蛾扑火，快让爱更猛烈！祈求星星可听见，我是他眼中的爱人，冥冥中早已注定，罗密欧爱朱丽。祈求众生可听见，我是他眼中的爱人。月亮在偷偷笑我，朱丽叶爱罗密欧。谢谢谢谢 Miss 送我的礼物，谢谢。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好听吗？我们这里的也表谢谢都刚刚，这谢样谢的，KK，谢播谢放一西下。野，谢谢 Lansam。等一下，我也是，结束了，谢谢样小星，谢谢小彩虹，谢谢我 baby，谢谢，我又输了，我这谢谢 AME，谢谢 CC，谢谢你们可以大家都关注一下曹阳，我们关直播键加个关这样注。的，我们表情都是这样的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好听的这个表情？真是捂着脸哭。这啥呀？啥表情啊？这是？就是抖音弹幕可以发的这个表情，你没看到过吗？你底下肯定很多啊，就是这样，好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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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听，好听，好听吗？太好听了，太好。你们喜欢就好啊。哎，真的是我都不好意思唱了呀。别不好意 思大呀。家，真的，这就你是，们喜欢我的话，也可以关注这是我我们会经会常帮唱一些音粤乐剧演剧的歌。的。水准啊，就是随便浅唱一下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浅完唱一全下，就是浅在唱家一下。里啊，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电容麦啊，就可以做到这样了。就如果是在剧场里的话，穿上服装有那个啊，大家就可以自行脑补一下啊，有多震撼。这个，有机会的话，可以走进剧场。有那我们期待机听会到的你话，的咱歌俩声。做一下呀。好呀，你想要唱什么样的歌呀？哎呀，唱我个现什在么歌期呢？待着任何人跟我合作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宣传音乐剧。我音乐剧，我是这手头也没伴奏啊。流行歌也可以。我想一想，你想要唱啥？哎，我想听你唱，我可以点歌吗？你说，我想听你唱《搁浅 你唱过了没？您可真会点，来。我可喜欢这首了，好听。你们想不想听啊？哎，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想不想听他唱《搁浅》？反正我是没有现场听过啊，唱一段歌，想听一把。嗯？哒滴哒滴哒。
久未放晴的天空，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，我拉着线复习你给的温柔，不下在一旁的寂寞，像我给不起承诺，怎么会你竟原谅了我，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，读着我给你的伤害，我原谅不了我，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，我睁开双眼看着空白，忘记你对我的期待，读完了依赖，我很快就离开。太好听了，哎呦哎，我就是唱音乐剧吧，唱流行就特别少，就一直想要把流行的那种感觉练一练，因为现在唱歌没有太大自己的风格，就是这都想，我觉得男女生的话发声方式应该都没差的，因为我们音乐本来就挺偏流行唱法的嘛。我这弹幕里全都要爬墙了，这都怎么回事啊，这都是啊都不是，哎，天天跟我可铁了，现在都要爬墙。你的哎，你的唱法本来就是觉得挺往流行靠，也很方便的。是我现在就是在尝试嘛，尝试着就是多唱一唱流行，因为我觉得新的音乐剧还是要紧贴时代吧。对，然后、哦、对啊，你想、就是、如果想唱自己的流行歌的话，你就稍微。可能把角色的东西稍微放下一点，就可能多一点。嗯，要自己的不对，不管是表达那些，你就多点自己的感觉，可能就有了。嗯，咱啥时候合作一个？可以可以。我一会儿我在排那个呀，《星际信使》，不知道你啊，那个《星际信使》，我没在呀。嗯。啥时候能合作呀？嗯，就看看年底呀、啊，什么戏。可以啊，嗯，咱可以合作一首歌，找个什么歌也行，唱一唱、啊、音乐剧的什么歌。现在合作屋顶不？这屋顶我不会唱呀。对，关键是我可以学一学，没设备，所以我们没法合唱。对对，会。不过我也很快回上海了，等我回到上海之后哈，我们到时候录节目的，哦，也不是，是上海。你现在在上海吗？我吗？对，我在上海。你在上海？嗯。等我回上海呗。好的，好。回上海了之后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一起合作。OK， 好呀。嗯哼，那我们以后多聊。嗯，好。你哎，你会经常播吗？你都几点播呀？我都九点吧，九点到十一点吧。哎，你也是九点，我也是九点。哦，你是每天播吗？现在因为现在就只能在待在这里嘛，现在都是。几乎现在是每天播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那我明天也播，那明天也可以连一把。好呀好呀。明天给你 PK 一把。哎呀。我要。哎呀，可以。把你打败。可以。我拉一些，对吧？我自己垫一下。明天，那我们明天。把你打败。其实我很少 PK 的。嗯，好好好呀，啊，拜拜。下一次有机会再合作。嗯嗯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哦，对，我都关注他没？赶紧关注一下。拜拜。我这个直播间的朋友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曹阳。